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 King。我今天呢来玩这款游戏《Boku no Hero Academia Smash Cup》，那就是我的英雄学院的手游。那么呢，我今天要来挑战目前最新的活动——体育季。那么这次活动是跟上一次有过一样的活动，只是这个活动。是这种的活动比较少有，我挑战这个上级是最难的，然后有分单人跟多人，我选多人，多人会比较容易过关，不然单人我打不过。これが全てぶっ潰す。那游戏结束的时候，它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画面。那它这款游戏呢，把所有的角色都变得还蛮可爱的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那这次的活动呢？那这次的活动呢，是从今天到7月14号12:59结束。那这次活动你可以获得这个上面写一个 P 的东西，然后就可以累积得到奖励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能交换东西，像是这一只我就是我刚换的，我两个都有换过，那我是比较建议换这一只。那第三个它是告诉你这次的活动大概是有什么东西的，然后还有名次，我名次是665名，然后名次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如果你可以看的名次在哪就拿到东西，而且你只要500名以上都还不错，会送这个彩色的这个很像软糖的东西，它这个是进化用的，那彩色的是不容易拿到的，尽量就500米以内。那我明天或后天呢，会拍
抽转蛋，我要集100颗，然后抽这次的活动转蛋。体育季营，它这个里面的角色呢，五星都能升到六星，六星就是最高的。那四星能升到五星，就是都一样，都是能升一星章。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请记得帮我点个赞，还有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个游戏再见喽，拜拜。